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下半场的主持人，我是蔡承恩，我是陈品轩，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音乐会。相信经过刚刚的休息，大家应该都精神饱满吧，那我们就可以来迎接下半场的表演了。上半场的表演真的好精彩，好期待下半场的演出哦。对啊，我也是。今天的主题是莎士比亚的响宴。说到莎士比亚，你有没有对他的话剧有特别有印象的台词呢？当然有啊，你有没有听过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哎，拜托，这个我当然有听过，但不是这样念的吧，应该是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我抗议，是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不是不是，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版本吗？应该是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还是我们来请校长评评理，这句话到底要怎么念啊？但我觉得我的版本才是对的。没有关系，不管不管，反正呢，这句话正好能够呼应到《狮子王》的故事中，辛巴在考虑要不要复仇的内容。To be or not to be， 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狮子王》是迪士尼于1994年推出的动画电影，故事内容改编自莎士比亚著作《哈姆雷特》。并邀请配乐大师汉斯·季默和英国歌手 Elton John 担任作曲。你知道吗？汉斯·季默可是以此获得金球奖、奥斯卡奖双项最佳原创配乐奖。真的假的？这么厉害啊？那是当然的啦。今天要演奏的组曲包含了充满生命力的乐曲《The Circle of Life》，幼年小狮王的主题曲《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还有反派刀疤密谋造反的 Be Prepared， 小狮王与胡蒙丁曼和油猪蓬蓬的 Hakuna Matata， 辛巴与娜娜爱情主题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等数首动听的歌曲。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成功国中带来的精彩演出吧，请掌声欢迎。